我拿包回来，我穿鞋。哎呦，我得穿厚鞋，薄鞋不行啊。看我还穿着大棉鞋呢。你着啥急？等我一会儿。早上好，朋友们，我俩今天要回我哥家，先上趟海伦买点东西，回家这不要清明了吗？回家去看看我爸妈去。啊，把那个拿一下。暖风啊，贼吹是凉气呢。刚开始吹呢。啊。走回家，年年到这时候，年年都得回去。啊，其实我们回去烧吧，烧的不是那种思想，烧的是思念哈。其实人没了不是终点，被遗忘才是，你说是不是？对。你下去吧，我不下去。那谁等我啊？啊，我出来等你。行，那快。他要先绞一下头发，头发可长了，他那一长，这地方都全是白头发。我就不下去了，在车里等着吧。糊了的可哪都是，剪完了，我们去买东西，然后就走了。买完了，买点水果，回家连看看我二叔。大嫂，这都吸的啥呀？这老吸啊！这两样毛葱吸的太什么玩意儿？哦，你说这家是整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，这花盆里还有这家十二个，妈，这里是花吧？哇，那是花，都没出呢，反正是。没出屋里。屋里还有呢。进里头拿回来那么老毛啊！进里头都开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他可能整了，我大嫂。啊，这里是毛葱，看看，有出的。啊。啊。啥呀？葱、菜，大嫂整的。整一堆。这是那鸡冠的花，你看都长这么大了。我家那我妈好像没种呢，忘了。这里头都开了。都开了。哎呦妈，那得啥时候整的呀？开了呀，你瞅瞅。这是两样色的，二叔不能去，他也不去了，植物都买了，嗯，咱们烧得了，嗯，那不行，这家画的，这种地儿出阳光了，先头都没阳光，出阳光你看还有小雪呢，那都那啥，到时候了，我们这儿都是不赶到清明那天，都是提前几天，大哥，完一会儿还回来啊？上老那完了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我开的。拿两个纸布，我就车上行。看我的。啊。拿几个？俩。先上我老回来，完了，再上我妈他们那。你坐前面去吧。走了。大哥，这车就当四轮子开。我们在我老那儿回来了，回来要换车。我大哥要开他这农用车去，因为。像我爸我妈那块儿到不了那个跟前儿，这个车开不上去，我得进屋找个大棉袄穿去，冷。坐这敞篷车冷啊？找个手套。手套什么？啊。一般谁也不挎那个袋子啊，安全带挎上，挎上带开不走，开不走，大哥那个那个啥的车啊，没回来啊，真的夸张。我二叔说这家大是比我以前我家那小车大多了，我二叔都相中这车了。刚才我二叔说农场我老姑家我大哥那车不带安全带开不走，我说的。
我大哥好像做饭了，要上锅的好像是。我们吃口饭再回家。我是每一次我们回来呀，我大哥都得做点饭吃。这点木头给我烧了呀。啊，这点木头也这个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得吃火锅、啊。你看看，这天子正好啊。二叔吃不吃这火锅啊？啊吃是不是？火锅。嗯。啊。吃不得少，我不用吃多少。酱是不是发了？你看啊，大哥家酱是不是发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样不就是发了吗？这毛不就发了吗？嗯，应该是发了。是不是？对。您这样是发了。您这软乎。哈。嗯。它是发的哈，你这。嗯。哈。到给大家那个整的看看啥样似的，地不地味儿？谁知道了？嗯。大家看看。我给你整啥？还洗啥？完事儿了，洗点菜儿。那虾漂亮的。啊。挺大呀，这虾呀。嗯。那这吃啥一下吃够了一顿吧？多少钱呢？我那回给他买的100块钱，他哥也买100块钱呢。过年着就没有了，我又过年给他买130，我说过年你不吃不吃啥？挑大号的。嗯呐，这个是不小。130。二叔说总共他得吃800多块钱的虾，虾一下就吃够了。我调调这个虾线，人虾的呢，我家的那家伙干的，啥的都行，圆圆扁扁都行。圆的。我大哥搁这个是哎呀，水煮鱼的料，肉，这是裙带菜应该是，干豆腐，青菜，虾，那里还有玩粉耗子。金针菇，开锅了，搁虾就起沫哈、嗯，我说撇撇沫，问说找个勺去，来呀二叔，别抽了，这小天吃点这玩意正好，看我大哥这个小茶缸，给我二叔倒点白的，我要陪我二叔喝一口，哈二叔，喝个这个我，他们哥俩就喝饮料了，真真。还给我拿俩呢，一个就行了。我喝点酒不行。二叔啊，开车在哪个道走都不能喝酒，不行啊。那可真不能喝。那真不能喝。真真他妈罚呀！我看电视上。二叔他也不是说罚不罚的事儿，安全问题，咱得这么想。你这毛衣带毛的？这不是你买那个吗？啊，这是啊，我都忘了我给你买的是啥领的了。带毛的行，这用劲儿。屋里边不咋热乎了，热乎。给我来点韭菜花。一来啊。来，我们要吃饭。啊？你做啥吃啊？我就这么吃两口。不蘸酱，不吃这酱啊。我一般东西不吃。那我二叔是一般的啥玩意儿不愿意吃，这能吃几口这个就不错了。就我吃两口冻豆腐。有豆腐啥的。我们就开饭了。有肉。再打个打个。不是，那这是啥呀？那个是丸儿，来，我给你整。好吗？好，好行。咋了？烧着。尝尝吧。没吃过都，我都一般不敢。一般不敢尝试，我二叔。不敢照，不照的。金针菇可以啊。金针菇啊，好。哎，这小天儿吃点这玩意儿不正好吗？那，我大哥可知道我这心儿了，我这小心儿让我大哥猜明白的。我那天还跟木双说呢，我说。想吃点火锅了。我说你冷了是不是啊？嗯。那王老四回来，我真的这不烧点菜。啊，尝尝这个二叔，这玩意儿，这都是那些玩意儿，都基本上都是粉面的做的。嗯。完了吧？这是喝酒的玩意儿吗？哎呀，饮料也挺好。哎呀，我可能喝，我陪我二叔喝。喝吧。来呀，二叔，喝一口啊。嗯。哎，你那两块豆豆还有了吗？什么？冻豆腐啊？还有2块。该还能买着了吗？能。现在哪儿？买不着了。不好买。那明明人不冻了，搁家买这买孙明的高冰柜里冻不行吗？也行。但是咋的没有冬天冻那个好吃？哦。嗯。它是冰箱冻完咋的就不行。嗯呐。嗯，行。你看不蘸酱，你看我二叔。
搁点韭菜花啊。我不啊。上学呢？慕容博上学去了，二叔。又上哈尔滨呢？嗯呢。都走了。都走多长时间了？正月十六就走了。啊，你说现在这走了，上东方林场去拉木头去，搁那个鸟窝叫送砖子，是啊，搁他家吃吧，开个南窗户。你看那他那个东方，他那个妈是他奶奶，搁外头摆了那大煎筷子。哎呀，这咋这管南方进屋来了哈？对我这俩孙呢，跑他南炕的那个墙角嘎被子吃。哎，这家伙熏的，大酱发的那个时候确实是味、嗯、那个味道特别重，那味儿太大了。这春那时候搁屋高子要有味儿、嗯，我都受不了。嗯，二叔这个玩意儿还行，啥呢？没加了，老规矩，我这我就够了。我吃两块。那个我大姐她家小双今天要是结婚，你去不去呀、啊？那儿啊？啊，我能去吗？完了，你给我这声。拿两钱儿，哎妈，拿人家让你人让你钱儿干啥？哪儿都不能去，我能去吗？家这小狗呢？完叔就惦着小狗。你看你拉家养活着的，你这小狗哪样好呢？就别人家的鸡，这能量指定不好使。生俩鸡来，你看它咋的？吃它食不行，家这俩小鸡啊、嗯，哎，吃它饭碗。吃它饭不行。哎，你认它不咬，那要搁。大门外有别的鸡晃荡，那家笨狗有。这咋？他还真知道哈。嗯。他这吃啥呢？酸菜帮子也行。妈呀！大白菜，黄瓜种都吃啊。西瓜皮、哎、都吃。人这狗行啊，啥都吃。嗯、你看这屋里边，我大哥是地暖没打，然后就有凉有凉、嗯，这一有气儿，这屋就不凉了。就那咱们吃这碗热乎了吗？嗯嗯，就出气儿了，因为我大嫂在海伦陪孩子，也不总回来。我大哥也晚上也就回海伦，这地暖就没打。你不回海伦了，下海呀？我看郎四车又回来了，郎四又回来了。哎呦，两天没回去了。我大哥这两天值班儿。昨天晚上值班。嗯。你看我们这屋仙气飘飘的，你瞅瞅，你都把热乎过来了，这样。二叔，你还吃点啥呀？来块肉吧，我二叔这耳朵也背，跟我妈去，再来块肉了。不要了，老姑爷，不要肉。再吃点。吃两口。这个虾，我二叔这一下子吃够够的了。我说这个虾，你一下子吃够了。虾，这肉都不愿意吃了。不乐吃。没喝小酒，热啊，总感觉缺点啥哈。不缺。不缺。跟谁说话呀？啊？跟谁说话呀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二叔。搁那里头啊？啊，我在这里说话呢。我还说，我到现在也没整明白，那是肥的溜的行，太瘦的硬。我大哥又给找块牛肉，木霜啊，哎，你看这块肥牛肉行不行？行，拿块就行。挺知足啊，来。不挑。你瞅瞅屋里这气儿，瞅瞅。人家这几个人都吃完了，剩我自己了，我也最后一口。这我大嫂没在家呀。我大嫂要在家，我俩又得完了，又得喝多了。我们回家了，吃饱喝足了。我二叔也回家了，啊，我们也走了。大哥，啊，我大哥下午还得干点活，走回家。大哥哪去了？大哥站这瞅着呢。走了，走了，哎，嘿嘿嘿，让他得看着我们走没影了。口罩摘去吧，坐车了还戴口罩干啥？又阴天了啊！嗯呐，回家了，打暖风，打吧，安全带。这大道上全是泥。哎呀，他们这块儿稻田地多，完了这大道上全是泥了。哎，大哥给你拿牛肉拿了吗？拿了。啊、嗯，那能忘吗？那不能忘啊。正好儿子也快回来了。啊。炖上，到时候。这个乡间小路，我上学的时候总走。
还从那个山那块走过。嗯，